先咧，我就喺大澳就演咗日落噶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就帶你哋去大澳影星空。咁嗰個位咧，就有銀河影嘅。咁又係沿住呢條路行。一支广角镜，咁就得噶啦。咁我哋而家就继续行。这条路行，见到大澳街市，今日转弯就行呢度，今日沿住呢条路行就得噶啦。今日行到最尽头，咁有个博物馆嘅，咁嗰度咧就系影星空加银河嘅拍摄地点啦。大家好，咁咧，我哋就已经到达咗呢个影星空嘅地点啦。而家手机睇咧，就见唔到有星星嘅，见得粒。就是这里的这样就拍到了，我们去到有真凳那个位置，先好部机先，就很简单了。除了这里之外呢，东方我嘴啊都有星影的，现在就这个部机就影星星了。那这里就是影星的地方了。那我今天就带了一部全蝙蝠的模板相机 Canon EOS RP， 那带了一支 Wide Angle Lens 17-40 的镜头，咁啊，加咗个渐变灰嘅滤镜，咁因为呢度就有啲光害，所以就要落滤镜，系啦。咁我影片过后咧，就会分享一下我作品嘅。咁分享之前咧，就教你点样影星星。影星星就好简单嘅。影星星就好简单嘅，咁首先咧就转个 M mode， 睇唔睇到？咁啊光圈就四 ，ISO 啊3200，咁啊 Auto White Balance， 然后支镜就手动对焦。咁呢部机啊，我唔用快门线嘅。你都见到个蓝牙标志，咁啊用手机又控制部相机，咁啊代替呢个快门线，又悭钱又高科技，咁啊
教翻先，应该用单张拍摄嘅，唔系用连拍。咁啊，這個、呢个咧就教窝档。咁啊，点解要教窝档呢？就方便你响诶 Photoshop 啊、Lightroom 啊后制嘅。咁啊，我哋 set 翻去做窝档，咁啊搞掂啦。影片过后分享作品，好，下一条影片继续见。咁啊，下一条啊介绍去米布影雀仔。